趁着梅雨的间隙，没有下雨，过来划一个船。水下森林，今天的主题就是拍鸟的，这个相机的焦段有限呐，试试看吧。水鸭子不知道能不能拍到它，右前方前进，在这个水域它又探了一个头。焦距太短了，只有100多。果然老法师的打鸟是有道理的，这个起码得200到400。那今天就到这吧，我们赶快回去，不然要下雨了。